好，同仁，大家早哈，谢谢大家哈，大家辛苦了。这洪灾这几天哈，大家拢真辛苦哈。好，咱即马开始来进行会议哈。啊，先请这个秘书长、秘书家来宣读议事录哈。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九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6号下午2点半，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3人，列席人员县府、财政处长林佳阳等4人，府外审计部审计室审计官兼主任李义勋等8人，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副议长齐山，记录陈鸿谋，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主席报告议员已达法定人数，秘书长宣读开幕典礼暨第一次议事录，审计部台湾省宜兰县审计室李主任报告，中华民国104年宜兰县总决算暨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审核结果。主席林副议长齐山报告，明27日梅基台风来袭，经宜兰县政府宣布停班停课，本第九次临时会顺延一天，至10月3号止，提请大会公决，决定同意。第二，本届议会第二年程序委员会尚缺一席委员，经协商结果推派陈议员汉中担任之，拟提报大会公决，决定同意。散会，下午4点54分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有没有意见？好，就这样确定哈。那等一下我来报告一下哈。咱都洪灾好延一天啦，啊，昨个停止上班上课，所以。过来顺延一天啦，等于讲做咱的这边的临时会，就是开到后礼拜拜二啦，吼、哦，佮顺延拜一天，拜二一天就对啦，吼、哦，补两天就对啦。请问大会有意见无？哦，就这样来决定啦，哈、哦。来，张前议长。主席，各位同仁咯，因为这两天咱拄着了风台吼，以延期来讲，目前啊，上困难，咱凯旋，咱延管就边啊，那铁路边啊，电力公司都爱过2、3天啊，安尼效果咱延期，安尼4天拢无电，铁门也好，冰箱也好，叫苦连天啦吼。啊，因为我昨昏伫新闻上我有看过，行政院长来，啊，馆长啦，刘伟。啊，议长你落去，啊，你三省这边拢关怀，宜兰市县政府所在地，啊，佫4天才有电啦，这非常非常无公道。哦，啊，本席建议讲，啊，佫农作物这个损失，咱位行政院长来，你看人外县市行政院长下令讲，爱付。副总经理来主宰，啊！咱延一个延期，这电这一工啊，我上次出风台啊，本身建议下昼，哦，2点半啊，请馆长啊来本会报告，哦，本身提案，请大家同意。都是。张正义长的意思是要改变议程，下晡要专案报告，后、哦、请林馆长率下管路团队相关局处报告这边面积台风哎复原状况就对了。请问大会下晡我来联络看啦，好不好？联络看。我来联络看，爱来就爱来，咱议会咧。我就是讲，嘛不是下昼，明仔早起。无爱来就爱来，无袂使你讲。啊，做讲伊人话只。你人嘛，你外管这边啊？伊个代志，议会靠近。哦，派人来，哦是啊，你派人来。
袂使，伊爱咱。无你若讲说，伊即摆咧宜兰县，咱当然就该。无啦，你袂讲，你来来讲。出去。社会闹哪安尼？我是讲安尼啦吼。咱宜兰县哦，历史那里啊，风台唔卖迄块两江的市市啦吼。啊，尤其你讲行政院长来，拢伫第三乡乡啦。啊，你讲宜兰市即卖停电，爱三四天也袂发到，阮罗东嘛是同款啦。到目前为止嘛，有几啊条路啊？伫月牌啊，伫因迄个林创园馆长的因兜遐拢无电啊，对不？啊，到底哪里要哪时候可以开始复电？不知道。再来就是说，整个宜兰县的农损情形怎么样？灾害情形怎么样？希望基金嘛，照理来说，这个资料很快嘛，对不？啊，你今仔日你若讲林创园馆长若去管我的时阵哦，这资料问题，我即款即马大概联络伊嘛，伫宜兰县啊，是讲伫台北，请伊随转来。啊，你都 OK 嘛？啊，起码联络人啊，付费联络人，你都叫联络嘛？是啊，等一下啊，联络一下，马上裁啊！你大家妈紧张嘛？你对啊，你嘛做做代志，总是要有一个道理，有一个顺序嘛，对不对？啊，你还管这哦啦？你讲讲的又是啥啦？这是艺术堂啦，你嘛这但是凊彩讲讲好不？啊，下昼我是讲，唔是讲唔好啊，我是讲咱起码来个联络，吼，到时候也无问题，当然嘛好。不然，迄群者好无？迄群者来联络啦。伊也伫宜兰县。院长啊，院长，你安尼含县长伊不义啦。什么县长会去外县市？洪台做个做了经营，今日大家要你无电什么？你讲要县长去外县市？你安尼，虽然你讲话，你艺术等等，你无其他代志，你袂使袂讲啊。你袂使袂讲啦，你。我无要处理。伊那会使去外县市，那可能去外县市。老总行政，啊，即嘛是临时会，伊那会使去外县市咧。我随时联络啦，拜托啊，随联络啊，无啥困难。伊敢袂使甲咱后桥？有啦，下昼两点半啦，你著做专题报告倒啊嘛。啊？对啦，我这边那大啦，你要甲大要怎啊？我即下歇睏一下，随联络啦，好不？好，休息。
报告大会啦吼，有联络啦，但是啊联络啊未着人啦。啊，即摆拄则有议员啦，讲我就甲裁落，看安怎因再去拍算。啊，伊若无正的无负的，啊就嘛吼，我先甲大家会当讲安尼尔。你今日火气真大吼，我倒正式甲你讲，馆长要出门，咱得去议会时啊来请假咧。任何科长以上的局处长处理，馆长副馆长出过。做我关机时爱请假的啊！你拄仔拍安尼个赛，我你朋友拢唔捌咯，所以你就甲裁了就对啦。伊未来唔知几回事啦。你那就甲告诉就好。那伊爱请假的，你去挂关机，你袂请无？你就遐尼度。无啦，照预定啦吼。好啦，我啦照预定，哪位个预定？伊当然爱来请假啦吼。好啦，就是甲裁了啦。好，看安怎因无走，因去替代方案啦，好不好？好，就安尼来决定啦吼。下晡两点半了吼，邀请县政府来就这个洪灾的灾情来复原、急复原哦，来做一个专案报告了吼。好，我们继续开会，请那个审计室及财主来列席。好，好，报告大会哦。现在我们有一个陈请案哦，是有关第二小组的。那个地震跟财政吧，哈，啊，是不是请那个召集人或副召集人哦，来去接受一下陈请，好不好？电话员，拜托，好不好？啊，不啦，我想讲这有一个定情啦，是第二，啊，啊，无你来接我来去啊，啊，好，那我们现在来开，那就起来。好了，我们现在来进行议程。我们来进行议程了。好，请相关单位就坐。请议员参阅宜兰县总决算审核报告。请翻至乙之九页。县议会主管乙之九页。之前我是讲吼，对嘛，既然议长在招咱大家议员过过一遍吼，了解人来陈情情形怎么样，对不？我是讲咱来歇困十分钟啊啦，啊无大家招招去，所以讲这咱也唔知啊，好不？好，休息五分钟，十分钟啦，等因回来人再来啦，好不？我那个十分钟无差了。好，好，同仁，我们继续来进行议程哈，好。财主，你老高了，叫他进去了。哎，处长啊，要进来。好，书记，请开始朗读。请各位议员翻阅宜兰县总决算审核报告，在乙之九页这一本。乙之九页，县议会主管决算审定数简明表税入部分。县议会主管宜兰县议会罚款及赔偿收入决算数200元，决算审定数同数比较增加200元。好，没有意见了哈。
好，通过。财产收入预算数1000元，决算数30000元，决算审定数，合计同数比较增加29000元。好，通过。税出部分，县议会主管宜兰县议会一般行政预算数7214万7000元，决算数6729万3000元，决算审定数同数比较减少485万3000元。好，没有意见了哈，通过。议事业务预算数1506万元，决算数1189万6000元，决算审定数同数比较减少316万3000元。好，通过。一般建筑及设备预算数192万元，决算数177万2000元，决算审定数同数比较减少14万7000元。好，通过，继续。继续。已知11页，已知11页，县政府主管决算审定数简明表税入部分，本年度部分，县政府主管宜兰县政府税客收入预算数346707万8000元，决算数36亿8750万9000元，决算审定实现数33亿1957万8000元，应收保留数3亿6793万元，合计36亿8750万9000元，比较增加2亿2043万1000元。好，通过哈。罚款及赔偿收入。等等等等，阿娜。说明一下那个课税收入赔偿保留数为什么3亿万的钱呢？3亿。3亿。哇塞。3亿6793。好好，请说明。跟议员报告一下哈，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笔那个增拨款，就是中央统筹的分配税款增拨款，所以那时候是保留的。好，以上。增拨款哪时候？3亿多。2亿2000万。什么时候进来？已经进来了。已经进来了。对，105年8月31号。2亿2000多万，真的。对啊，对啊，对。你缴库了。那还有呢？2亿多，那还有1亿多呢？还有一些是公务处的一些像是特别统筹分配税款的部分哈，那因为它有一些是按照工程进度的哈，它才会给付，所以它有一些发生债权数，它是用保留的方式嘿。不是啊，发生债权一得爱几百，现在刚几万没有，他要按照实际的工程的进度，他才会给钱。那你现在那个51线的那个田沟桥这里啊，嘿是，现在执行情形怎么样？干几百？知道情形吧没？进度现在目前大概36%。哎啊，这详情的部分可能要问一下公，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掌控的就是它进度是36%。啊，进来了没有？这里几呢？进来一部分了，进来一部分。多少了？大概是108万1亿多，实收数有1亿多。实收数1亿多。嗯。咁屌。对吧？还有呢？保留是9000多万。说明了还有保留哪一些？还有一个是宜兰县的水营路灯落日计划汰换哈，那现在目前发生的全责数大概是4000多万，4600多万。还在保留啊？对，进来的没有？进来的是大概是1400多万。不是啦，我跟你讲，财主，你哪知道这个预算啊？既然有这么要保留数这么多的话，哈，你怎么卖编几笔地？那里今年度的话，下年度你可以编嘛？你现在等下坑几年啊？你的成绩真的很难看嘞。这是中央核定的啊，他按照不是中央核定，你要去实际情形、执行情形怎么样嘛？啊，现在中央核定都要应该下来了啊。他是按照工程进度给的，不是的，工程进度我跟你讲，我知道工程进度怎么样。我感觉来编无一百，你工程进度无到遐的时阵呢，你就卖编几万嘛。下年度的预算可以来啊。哎，不过你我跟你讲，我感觉阮预算拢有呢啊，你拢预算搁编几百，还是你胡编嘛？那个我审计员的主任，
这是不是呢？不是的。这有没有胡编预算？你看呢？你认得为呢？是给的啊。注意冇，你马上讲一下。无你心里算的时候，大家拢有过，结果呢？这么多几啊亿，两亿三亿块无几百。议员可以补充一下吗？因为他这个哈，就是中央当时核定给我们当年度就要发生这个预算数，所以他是叫我们就当年度就要编了。对嘛？阿瓜，你讲全责你没有发生，到底全责没有发生，到底什么原因？我理解。我请那个审计主任。是。谢谢陈议员。有关于这个科目来讲的话，有两笔主要的一个保留的原因，就是刚才那个县府的那个林处长所提到的，就是统筹普通统筹超收的部分来讲的话，它是在最后才能够确定最后分配的金额是多少，然后在今年的部分来才会进来，所以有两亿多的部分来做保留。104年度嘛，本来是104年度啊。104年度应该会进来，结果统筹都没几百，还是中央问题，还是我们这边编的预算的问题？这个部分来讲是中央最后比如说最后一次来讲的话，它必须要根据整个那个税财收那个税收的部分来讲做最后的总结，所以是在就是年度交接的部分来讲的话，在这个今年的年初才会做确定。你别说呢，恁中央敢骗我讲，钱讲要给恁开，结果阮的钱无钱，阮老婆找来开就行，没要找。要是说这薪水，到时候薪水发不出来，到底责任归属于谁？注意嘛。是。啊，是阮那个财政处这边没有用心，没有积极的去申请，对这个统筹分配税不进入几百。啊，是讲恁无需要，无要紧。好，主任你请坐啦。啊，是没敷衍预算。出掉啊？是不是敷衍？跟议员报告，实际上这些是都是属于特别统筹分配税款哦，所以这是我们公务单位哈、哦，他跟中央去争取的。啊，争取到的，然后编入到，因为预算法，你争取到就是要列入当年度的预算的程序预算，好、哦，所以它现在是目前是编这样子的预算，然后这个预算呢是实际上是按照它的发包的那个工程的进度哈、哦，实际再去给钱，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在操作。啊，你实际上你用水银灯的这样弄也无你走啊，4000几万啦、啊，4680几万啦、啊。已经进来，已经有进账1400多万。破啊！好，好，好。啊，不会啦，过来，过啥呀？税扣收入啦。好，税扣收入的部分这样通过了哈。好，通过继续。46000元，决算数93333000元，决算审定实现数51199000元，应收保留数41393000元，合计93333000元，比较增加3245万7000元。增加的部分是哪些？跟议员报告哈，我们这边大概哈，整个里面看看是正数部分，大概是主要是公旅处的那个违反发展观光条例的罚款哈，大概有865万，好，那还有大概这个是地震处违反区域计划法，大概是195万，比较大一点的哈，还有个是没有了，大概是。主要是这两部分，嘿，以上。哎，按照保留，现在保留多少？嗨。
那个处长，对于你拄啊讲哦，违反观光条例罚源，现在有853万之类啊，现在还是在保留当中嘛？进来了没有？他本来预算多少？啊，那剩下的呢？他今年是超，剩下的是发生权责数是851万，哎，啊，超收多少？超收865万，超收825万，865万，超收865万。对，因为他整个决算数是合计是发生权1468万。本来预算多少？而且违反观光条例之类。违反观光条例。我不看的104年度的预算。对啊。603万。本来603万。对，预算数。啊，那增加200多万啊。800增。决算是1400。呀，主席，张处长是，你讲我听无错，这104年的决算报告。你后位还未超收，有的收入，有的还未收入，104年就当，可能还未收入吧？你嘛讲个清楚。有啊，确实啊，确实是这样子、啊。603万，603万，对，预算编数是603万，实收数决算数哈，整个决算数是1468万，超收是865万。财政增加了吗？什么意思？给收了就对啊，多收啊，多收对啊，超收啊。好，通过继续。规费收入预算数1亿7513万2000元，决算数1亿2699万3000元。决算审定实现数1亿2699万3000元，合计同数比较减少4813万8000元。好，说明了。好，请说明。想要调查。主要是减少了水土保持计划审查收费，这样子一个规费收入，主要这个地方是减比较少收的哈，以上。哎，请你。处长，孙技术，像这个情形吼，像这个情形真济嘞，像这个情形敢若不哩济嘞。除了这条以外，我看不哩济条拢是，除了拄拄啊，敢若伊迄项吼，迄项计数啊，尔，剩嘞拢是负的。啊，所以你编预算的时阵，你抓预算的时阵，啊，甲这款的查了伤过济的，这个查偌济趴，查27趴几啊？啊，你请你报告一下。谢谢陈议员的垂询。有关于这个规费收入的这个科目来讲的时候，的确啦，就是因为规费这个性质来讲的话，就是说。县民他有的需要向那个县府来申请一些相关的许可的时候，所收入的一些规费。那这个其实说真的比较属于一个比较接受的一个性质，所以可能有一些的时空或者怎么样子没有办法比较很明确的一些掌握。不过来讲的时候，我是觉得说。以县府的这样的一个很直接接触这方面的一个业务来讲，应该是要有一个十足的一掌握度啊，避免像类似这个样子来讲的话，就是预算数跟实际上会落差这么大的一个情况。李小姐哦，我刚才提出的问题，我嘛知影讲收钱无一定收偌济啦，你房屋税也同款，有起厝唔则较济，地价税嘛款，啥？比如讲买土地买嘛同款啊，有买唔才有收。但是问题就是讲像这款的管政府，你税入的时阵，伊拢给你碰是30%，碰15%，碰每一项拢碰15%是哇。伊税入济时阵，你变你算的是靠边啊。来还债的是这项拢无遮济啊。
重，我现在要讲的重点是这，不是讲你讲做今日讲东钱，你今日讲讲，譬如讲讲讲讲迄个蒋义水啊，什么水用不管啦，伊发生唔只有收，但是伊即马伫年度是像只要编一百块年度是，我都给你编落去啊。我这台计收啊，这有当时也无啊，无但是税收来源增加，啊，伊成怎个破？啊，破毛拢伫用什么不老实啦，用点有诶无诶去。这重点是伫遮咧，我这要甲你问诶重点是伫遮，不是说迄个收诶问题啊。人家毋知影讲有发生就是有时我侪，无发生诶时我少。但是伊诶整个预算诶膨胀，诶额度才计数安尼加几亿个咋？对无？啊，加的时阵，伊内中所有的要支出的时阵，要税出的时阵，伊才阁碰啊！伊这边碰，这边嘛会碰啊！啊，既然县政府已经欠人几啊百亿啊，啊，搁当咧敢好，还阁碰来，阁创起我嘛要做啊！再个恁，电脑倒好啊，电脑拍拍叫工读生来，从都晓啊，当阿西搁底啊讲到开半步。所以讲，我是甲你建议啦。既然你搁做心计，这个。监督单位吼，你爱去抓好嘛，爱给人纠正者。你是讲一百块、块人年多，恁的医生当要变啊嘛？你更改恁的顺序话内底嘛，第几条你嘛会使去甲讲做讲。哎、欸，你袂使我想较早乱变，进前就是开幕典礼就给你问下来啊，对不对？你爱去控管啊，那对。好，请。伊即马即个国会收入吼，伊个变度甲一亿七来嘞吼，啊结果呢，收入即马无够偌济，无够4800几万。你甲看安尼占偌济，占总伊个收入差不多有30%。一个医生个占30%吼，我们现在了解，管政府的心态什么心态呢？我税金吼，甲恁预测，恁议员较袂删税金，因为税金。要删的时阵吼，要有理由嘛。但是向阵要未实现的时阵，无多看出你的理由。所以讲，管政府伊就用灌水的，为税金呢，甲你碰风起来，像这个安尼甲看起来，就碰风30%啦。哦，甲你灌水落，啊好。即马灌水落，得心说出的时阵吼，伊知影讲阮议员吼，大家真顶真，哦，会去追查讲你说出这个所在有合理无合理，无合理就甲你删掉。管政府预留伏笔哦，火力山，山后量呢，因才会自行调整，按哪调整？哇，原来机关仓伫遮，税就给你碰30%，就4000几万啊哩。啊，你按哪删？我搞删，删几亿好无？伊还佫留4000几万呢。啊，后壁信咪佫信无着，也唔知影哩，对唔对？还袂看到。啊，若看到倒倒一个吼，管政府弄有这招的。审计师所以讲，你啊，你税入的时候就要给他控管啊。你这是经常性的，每一年拢爱做的工课，它有平均的比例嘛。平均的比例不可能高低差，误差范围大概30%嘛。嘿，那误差范围，互你5%、10%都真过分啊啦，安尼啦，对不？啊，付到30%去，那太离谱嘛，明显的是在灌水嘛，等着我们去算预算嘛。你拿安尼落去，新的预算十一月时阵哦，我们就好好的检讨税入的时候。没有看到没关系，税收的时候全部给你砍掉。以上。嘿，处长，到底是那个税入，那个国费收入是到底减啊多？说明哈。主要是风景区哈的一些收入减少，然后大概是还有东山河的一些就是一些游乐场出租减，就是大概这一部分的减少哈。那因为这一部分主要短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当时在办宜兰童玩节哈，2015的时候八仙乐园气爆的影响哈，所以让这个门票减少哈。那大概就是目前主要短收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些游乐区的部分。你那我没讲，你那没安尼讲啦。欸、你灌到怪塞，你个灌到气爆去。洪爷，慢点。啊，今年没有气爆。哎，财政处处长，今年没有气爆，为什么比较少？你袂使讲你气爆去嘛？
即马我来讲，你化财钱的人，这大家拢真清楚哩。孙志树，我嘛阁甲你建议一个啦。因为这款的物件就是讲，较早会当私立预算，你知？私立10%、15%，哦，总预算啊，来给他10几亿、几亿。即马袂使哩啊！总政府已经财政部顶下按滴哩啊！啊，重点来啊！好，我也袂使，我到像这行安尼，甲你私立，一项加开1000万，加开1000，哇，这才一项嘞，几啊百个项目，加又阁。如果不是讲，让你必须的同款出来，安尼是不是继续在欠落去？啊，所以处长你嘛莫讲，做讲什么8仙城堡，跟你什么关系？你今年台湾就无什么城堡，嘛才一届风台尔，你都要收30几万人尔。卖去贪玩工地遐去啦！啊，你我嘛要跟你讲预告一下吼，你莫106诶，明年度的106年那个预算吼，你也莫像这套安尼，你税就都给你抬真济啦。我先再甲你讲一下，啊，孙志树这边你嘛爱小甲含一下啦。一整个国家的体制，这财政体制拢这么歹，每一县市拢这样的时阵，你搁纵容安尼时阵，愈严重啊，都破功去啊，对不对？啊，对不对？你讲一下，书记嘛，你讲一下。好，谢谢陈议员。其实、应该。县政府要在编税入税出的一些概算的时候，真的要去依照这个县政的一个施政来去核实去编列。那当然呢，以一个税入税出一个横平的一个方式来讲的时候，你有多少的税入来讲的话，才会去做一些税出的一些动作。那如果以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预算的编列方式哦，其实在中央的法规里面有特别提到那个预算执行要点规定，编概算的时候应该要按照过去的3个年度有关于税入的部分的实收的情况来讲的话，来核实编列。那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要反映说，在县府来讲的话，它编税入来讲的话，这一个额度来讲的话，它是不是有一个依据？那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税出那个它编的一个税入的一个概算的一个内容来讲的时候，它这个额度来讲的一个依据所在。那当然以我们的审计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会加强针对于那个县府来讲的话，在预算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审阅它的一个核实的一个编列情况，那是不是有跟法令规定有相抵触的地方，我们会加强查核。好，谢谢。是，谢谢。好，请。那个主任请坐啊。那个财政处长，对于这个啊，你都要讲那是童玩节的部分啦。可是你这边的喜风景区那个清洁维护嘛，停车场啊清洁收入嘛，东山的电动船啊，跟童玩节有什么关系呢？你当初的编列预算是那个1亿多嘛，1亿300多万啦、啊，3000多万嘛，跟童玩节有什么关系呢？那工商处、工商旅游处处长。来说明，到底是安那？主席哈啊，陈议员跟各位议员报告哈，那主要是因为童玩节预估票房收入那短少了4600多万，好，所以整个造成说在这个收入的部分短少4700多万。那原因是因为同类型的活动现在全国竞争很激烈，那童玩节作为宜兰的一个品牌活动，对宜兰的形象有正面的加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再继续怎么样撩钱、欸、那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发想了，那我们希望明年能够让童玩节更有起色。是起色，我处长每况愈下啦，你刚刚那个财政处长说好，那年是8仙城堡，今年没有8仙城堡，刚刚那陈文山议员在讲啊，现在更加落水呢，什么原因呢？还是你没用心？跟陈议员报告。而且你比照那个东山河森林公园那里啊，做做后上山去有别人，
欸，让我把人去做啊，把人去赚钱也赚钱啦，管政府来提钱去用钱啊呢，是不是这样？欸，我想整个观光的发展是整体的啊，这边加分一些，那边加分一些，对整个宜兰的产业、在地的产业其实都有帮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同安节有亏损的情形，同安节有亏损的情形，但是它作为一个宜兰的招牌、一个品牌、一个象征性的活动，那我们认为它有必要性。而议员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会再加把劲，就活动内容、新鲜度还有吸引力啊，整个内容的部分再继续加强、再努力。您不你万用啊，处长，每年你都这样说了，都被改进，要怎么样？结果呢，还不都一样？都是钱啊，开开，把人去做做的，把人去练钱啦，对不？到底几家厂商跟你合作啊？听讲真侪啊，跟你厂商跟你合作的、啊。哎、欸，那个文化局，那个我同安节相关的标案不是我这边经手啊，那他还是得依循整个采购法的程序，一样一样来完成。好，你请坐啦。啊，起码对于中山呢，东山人森林公园委托案这类啊，你现在怎么样？这跟那无关的不？跟陈远报告没有关系。我们目前东山河森林公园生态绿洲，我们是自营的方式，所以包括了整个那个环境的清洁维护管理，还有整个环教的进行，我们目前都是由县府自己在操作。啊，无上别人个啦吼。无啦无啦无啦。啊，你收到好，你刚才你有收到顿啊？啊，是你家公家，你怎么唔敢？没啦，啊，这都是来这几米前的代志啊！哈，啊，目前我们都是自营的方向在处理。好，请坐。主任，现在整个收入这么低落的话，你认为您有什么打算呢？我们加强督促啦。以一个审计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就看县府它的一个施政措施，还有一个改善的一个情况，来加强监督。不啦，你加强监督每年哦，党里都是得领到这些钱啊。是。那到底是变哪种？有什么办法？啊，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在执行106年度的预算的时阵，啊，怎么去执行？是咪啊大刀啊？因为佫变哪里无？啊，你请坐。那处长，恁106年的预算怎么变偌济？跟陈议员报告哈。那文化局提报上来。不啦，你今麦啦，你这个科目啦。这个科目那个106年度，你起码变收入多少？我们都是比较去年啊。那目前同安节希望、哦、多少了？变多少嘛？同安节的部分我还要再跟文化局。这个科目啦，我今晚问这个科目啦。因为目前还在检讨，还没编完成。好，请坐。财政处长，要编多少？3年度的平均值还是要比照这个给你？基本上我们会参考一些指标了哈，就是说，比如说前年度的一些决算。好、哦、啊，或者是3年度的决算的平均，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还在调整当中，并没有还没有定案。不要拍骨折啦，我无啦，今嘛阿麦讲拍骨折啦，啊是拄啊前那个工商旅游处处长讲的，我们要变化怎么样啊？可能预估会更好啊，变化侪啦，好不好？拄啊那工商旅游处处长说的啊，他们会再改进，会是怎么样啊？里面的设施啊，会再变化一些花样了、啊，跟别的地方会不一样啊。是不是要编多一点？要不要编多一点？何时编了、啊？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何时编了、啊？我看你就是不何时编，没有。我们编会有一个原则哈，就是说按照去年度或前年度的一些决算，然后3年均平均的决算的平均值，那大概会就采这种方式，并不是说大家他要编多少就编多少了，基本上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原则去编的。没了面，这边见不起面了。主任，对整个政府啊，全都在编那里编那106年度预算时啊，采用使用者部分啊付费机制这类规划首一五这类排污条款嘛，有这个排污条款嘛，减轻各项福利津贴的负担及强化节流成果，起码106年的那里决算快要筹编了、啊，具体成效内容是安那，你知道吗？现在整个县政府。处长，你知道吗？那主任，你不知道。财政处长，你106年度这类啊，排污条款这类啊，到底安哪？一些规费收入啊，规费啊，
复位机制这样。哈，有没有？去三星啊！你甲审计报告嘞，审计师报告你甲回复嘛？你要回复啊，106那个啦，强化节流成果，现在106都快要那个呀。具体的措施及内容是安那，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哦，张处长，你敢回复啊？条款这部分是因为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有使用者付费，像那个所谓的社会跟那部分的哈，那这部分我们这边没有这个资料。我们这边没有这部分的资料了，嘿，这不是我们这边在。你无吗？诶，应该是社会还是一边的？依照我一些排付条款，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作为？好好，那我再过来问。以22页看参考一下了。好了，别叫小处长来。好了，啊，好了，到那个科目我再过来问了。好来来，黄议员啦。议长，这个规划收入吼，拢总短收4800多万吼，啊，拄啊，迄个陈处长有咧讲吼，文化局迄童万杰啊，都减4600多万啊，所以讲有需要请这个文化局长来接受说明一下，这个科目大部分拢伊咧短收的啊，请伊过来说明一下，就请文化局长。几码要了？冬天的咯。好，那请那个文化局局长。文化局局长。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好了，好不好？好，来休息。好，同仁，我们继续开会了哈。那现在文化局长已经来到我们议会了，我们是不是请他来就刚才大家所询问的部分呢，请他来说明一下。好，来拿那个立马。来，李局长，请你就你都要爱怎样啥你知道。好，来，你请说明来。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大家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文化局接到消息马上赶过来，所以让大家耽误一点时间啊。我刚才听到就是我们就是童万杰的预算的部分啊，我们104年的预算是按照前3年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收入进行预估的，我们预估是1000亿多万，对，1亿1000万。然后我们今年呢，104年的决算确实是有短缺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门票收入，然后不是那么理想，所以短缺了4000多万。这个我们未来会做一个检讨，然后让童万杰能够有一些新的发想、新的吸引力，吸引我们游客进来，然后增加一些收入。所以这应该是爱弄的一个所在了。
过了哈，好，好了。妈，你讲多少？4000多万，4600。4700多，对不对？4600多。4600多。是。啊，你还这本的这说明跟你讲无同啊，所以讲我看到无啥啥。有其他别项啦，不是完全因啦。不是啦。拢有三项啊。拢总三项哦，工商旅游处才100几万尔啦，大部分哦95%拢文化局的啦。文化局的你下凡下啥？风景区环境维护费收入了，啊，加停车场维护费收入，啊，你文不对题，你在怕什么？避讳什么？哎呀，啊，内容完全不符合啊，所以讲我伫对的时阵就对袂出来啊，哎呀。是不是这个预算科目的部分，请那个台主来说明好不好？是不是恁个讲的？恁是哪边的？门票就是变清洁费啊。啊，你门票就门票啊，你个变你啊，陈议员，陈议员，啊，陈，哎，那五亿万，这边先啦。啊，吴月，你不是要讲吗？那个局长哈，其实你讲。那个门票的部分，那其实今年哦，咱用今年的经营来看，你就知影，今年哈、哦，它那个门票的这个部分的话，包括那个咱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是工商票的部分，也是反反复复，然后到底它该怎么样优惠，然后对于这一个对，格马兰过来，而且那个首都过来买一送一，或者是有住宿票的买一送一，这一个票数的这个部分也是啊呢，一直在变，一直在变，让我们的这一个家使用者根本无所适从，所以在我们的这一个童万杰的这个票的部分呢，希望还没有开办之前。开幕之前就应该有一个定案，卖公好像是在且战且走，行较多想较多，行较多想较多，啊！这边结束啊，搁安尼，搁去决定搁票呀，那叮当，这乱七八糟嘛！难怪我们今年票的都卖的这么差，这个都是一个问题啦！不要光只是想说，我那个票一定要卖过，要爱卖安那好，但是哎、啊，要这样让人家能够觉得说你能够接受。不是说针对哪一些人来做改变，一个计划的执行一定要之前就要决定好了，不要因为这样子啊，人工长那种改变，人工长的改变，啊，那些老人让人家无所适从啊，这个也要那纳入检讨的那个事项里面。啊，谢谢吴议员。刚才吴议员提了很宝贵的意见，我记下记录。然后我们在检讨会当中，确实也有对这个部分做了检讨。所以我们今年度去规划明年度的童玩节，我们这个会特别的谨慎考虑，然后特别小心。好，下集了，我给来洪孙议员。然后是我请教一下，今嘛这个了钱，拢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了钱嘛，了4000几万，对不对？啊，咱家己办的也是委托的。咱家己办的，是自办。啊，有没有委托什么基金会办？没有，没有，都没有。对，啊，亏盈都我们自付，是不是？是。啊，那以后你这个要千万要记住啊。是。好、啊，让一亿瓜了到一半去，全世界嘛要机会嘛是安尼了呢。是，哎，拍拼。好，陈议员。哎，我请问那个主任啊、哦，主任。这个既然是童玩节的门票收入，现在坑的科目放在这边，我很纳闷啊。在我们审预算的时候啊，我很难审啊，是不是要重新再另外一个预算出来，另外一个科目出来？财主，就单属于童玩节的预算嘛，你得讲门票的童玩节门票收入，你的门票收入嘛，卖地价是清洁费收入啊，大物业停车场，是不是东山人？这个科目是不是另外再拉出来？是不是这样呢？感谢陈议员指教哈。那我们税入跟税出一样，都是它要有个税入的来源别跟科目哈。那因为它是属于收门票的性质哈，所以它是在我们整个税入科目里面，它是属于场地设施使用费。好啊，所以我们的场地没有，我没看，我基本上没有门票收入哦，我这边没有门票收入哦。是。
我想这样子啊，就是可能我们在编这个时候在写上面可能没有写得很清楚哈，让议员造成这个误解。那我想说，后续我们会把在这个说明收录依据里面啊写得更详细一点，让议员来说来清楚哈。那一般我们在预算书里面是有把它写出来哈，就比如说他在风景区游戏环境收入里面有五老坑的，有宜兰同万节的哈。那在停车场清洁维护收入里面就是有清水公园五老坑跟五峰旗，他是有这样子把它分出来。对啦，我来讲，我们在审决算的时候，我来你看看无，你知道是不是这个科目单独再拉出来？我懂。你有门票嘛？机场是同安者的门票啊，哪有清洁费呢？我知道议员的意思，可能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设施项目那个短售部分后面要写清楚哪几项是短售。不是的，你请坐，主席处长，这个是门票收入或是清洁费收入？同安者是门票啊，是清洁费？我请主席给我回答的。报告陈议员哦。有关于那个预算科目的编列方式，或是每个科目的定义，都是由那个主计的一个体系，然后来去定义来说明的。哎，那门票收入跟清洁费收入是规避什么的？你规避什么嘛？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那个项目嘞。所以嘛，恁要安那这个？你审计部啊，十二的三位啊，总是有一个编列预算办法、啊，对吧？门票收入是门票收入，不是清洁费跟南南州费的、啊，是不是在说明栏在里面说啊。注意某，你我讲的意思你听我？了解。那应该是这样，你应该提出纠正嘛，是对不？清洁维护啊，十二的门票你讲那里。小型船的出租收入，这是因嘛是门票啊，是船租的那个票房那个收入嘛，对吧？你看一遍在这边，我认为没问题的。可是同安节的门票收入，因为预售票了、贵宾券啊什么样，都啊南南州会的家，我跟你讲啊，这是规避掉那的整个议会在审查啦。我是不是你要提出纠正一下？好，我们回去了解看看是到底外面的认知，这个科目来讲的话，是不是就是像陈议员所讲的，会造成人家的一些误解的情况？对啊，门票就门票嘛，是啊，清洁费就清洁费嘛，是，是不是？主任请坐。处长啊，是不是106年度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科目再详列一点，把它加再列出来？门票就门票嘛，好不好？你得补充这个门票收入，卖个清洁费跟门票收入，把它放在一起。放在同个科目里面，好不好？应该是安尼较好啦，对我们审查预算比较方便啦。好，玉雄。好，通过继续。继续财产收入预算数36,998,000元，决算数63,628,000元，决算审定实现数64,396,000元，应收保留数34,000元，合计64,431,000元，比较增加2,743,300元。对，就等你而已。好，请说明。主席，感谢议员的指教哈。那实际上，因为我们的财产处分哈，都有一个处分的年限哈，大概是差不多5年。那因为去年我们预估的时候，我们在让售哈，让售的时候有多一点哈，那多让售了大概15笔左右。啊，因为我们财产处分必须有一定的程序，经过议会之后，所以我们在财产处分年限里面大概都会有5年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期限哈。啊，所以。那一年就多让售了一些土地，我们大概有15笔左右，所以多增加了大概2000多万，好以上。好，谢谢。无啦，今把一波再过来了，好不好？啊，没有够数啊，无啦。没，你先来。无啦，到最后来，后天，后天啦。好。